大家好，我叫陆家军，来自德国柏林赛区，非常高兴再一次入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。我是一名对外汉语和音乐教师，平时的工作就是将中国的语言、文化、音乐带到德国的课堂，让不仅在这里出生长大的中国孩子更了解中国，也能够让这里土生土长的德国孩子接触到一个多元的中国。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中德文化传播的桥梁。今年正值中德建交50周年，我和我的同事们也正在当地组织举办有意义的德国人演唱汉语歌、中国人演唱德语歌的比赛。而我自己更想通过水立方的舞台，用歌声来表达对祖国的爱，以及对多年未见的家乡和家人朋友的思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连线来自德国柏林赛区的陆家军。您好，我要叫您一声陆老师，因为您在柏林也是一名老师，把中国的文化传递给很多国外的小朋友们。那您今天的比赛准备好了吗？主持人好，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今天想为大家演唱一首《天之大》。好的，请开始你的演唱。天之大，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。天之呀。
笑想起了妈妈。谢谢陆家军的演唱。